那这个环境里面有一百年的树，然后很舒服，那风常常这样吹过来，有的时候不定时有火车走过去，也有捷运走过去，有人会在下面敲打。那这么舒服的地方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盖白屋，我们叫它是一个模型。那这个模型到社会的实境，或者是其他艺术创作的地方，它会不会有不一样？我们觉得新台湾壁画队的遗迹壁画就很像，大概比如咧高碑啊，咧高碑殿的概念。我们每一个区块都有自己的殿，但是台东有台东的殿，台北有台北的殿，云嘉南有云嘉南的殿。每一个殿生产出来的文化跟土地的特质都不同，那大家互相搞鬼，做朋友。然后也互相去较劲比厉害，然后互相去体验文化，然后互相去生长出一个艺术文本。因为因的王建龙是阿拉放，是善意的哦。阿拉放是迄个阿美族的话嘛，伊就讲善意的拜访、善意的交流、善意的互动哦。啊，因为是善意嘛，啊，所以王建龙变得很爽。Is this about the mercy?台湾人，你把自己玩死啊！那种感觉。比较嘲讽的方式把它画出来。绿色你可以知道大概就是某一个 group， 红色可能是对岸的某一个 group， 蓝色的底就是另外一个 group， 就是这三个颜色在塔瓦尼斯这样。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啊，会全身湿哒哒的，差点感冒。但是很过瘾啊，因为有淋漓尽致的感觉啊，好久没画那么大的画。这里音乐不能放太大声，对，反而车声比音乐大声。在这里比较，你看用摩托车过去，对，很想拿石头砸摩托车。这次画作画的是观音。33变之第34变，对，因为观音变美少女，所以很嗨啊，大概就是要传达这种嗨的感觉。我在画的时候有小女生跑过来，幼稚园的小女生跑过来，
把花签纸夹上去。我早上来，他画好一张夹在我那里。对啊，有没有他画的花签纸？所以我现在在烦恼花签纸要夹哪里。在定义的是一个舞台，一个窗口，然后当大家可以看到说每一个艺术家他的特色、他的风格，然后一方面他也有一个创作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人的话哈来这边看的话，他会觉得沾染到一些艺术的气息、一些气氛。啊，因为我本身以前是科布袋戏的，所以对这个东西会比较不陌生，很多这种神感。所以我这次都是用仙，然后这仙工哦，就是刚才讲咱讲人一身人啊，一身红啊，哦，一身布袋戏，一身啊，什么物件呢？看这只老虎，它其实就是好像在演布袋戏的感觉，后台在讲话哦，啊，底下笑，底下各种表情，但是上来是一只手，然后发出它的那个灵气，还有这一些仙的那个布袋戏。这个城镇有没有非常传奇？他那个传奇包括我们从路人的互动这样，然后他们的淳朴，人非常淳朴，淳朴到很简单。我们那年代有一些云州大儒侠啦，这些几个一个经典性人物，那种性格，或者有一种传奇性，他必须要有一种练功啊之类的。然后要有一些技巧啦之类的，在湖北我们看到他的那种梦幻的那种期待时代性，好像一列列车一样，时间那里好像一列列车。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画图了，因为我大概2000年的时候都从事转型到数位艺术，那因为这次的机缘，我来到这里。然后我尝试，因为这是一个，很淳朴的乡镇。然后我个人生平也没来过湖尾，我对湖尾充满了好奇，也有一些想象。然后看过了湖尾的地方的人文，特别是它是一个布袋戏的故乡。然后我这次作品就是以湖尾做一个象征的符号，表现我对湖尾的印象。非常感谢咱坐坐来宾来参加咱新台湾表演队，台湾异地创作分林计划社土典礼。
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非原住民的创作者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共通点跟外地最不一样，跟城市的创作者最不同的一点，就是说他们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，自然的力量都远比人大，所以发现在这里的创作者，就是他们在创作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是努力在自然里面去定位他自己，努力的缝合到自然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。我这次画的主题叫做关爱大地，那因为我们这边东部海岸地区现在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有十几个 BOT 案正在如火如荼的会进行当中，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个美丽湾已经要展开那个营运了，而那个大饭店就这样子直接盖在海边，整个东海岸原始自然的观光资源就此破坏，这样。身为一个台湾的人，在这片土地喂养我们，希望就是有一群艺术工作者，那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尽一点我们自己的心力。那这一次，我也想趁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把这样的主题对呈现在这次的画作里面。对，你说好，你来做管理。刚好这半年我们都一直在反美丽湾，那所以整个情绪都一直在那个主题里面，那其实整个内心是很激动。反正我就觉得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内心都是很被迫离开土地的情感，就是很单纯的那一面，我觉得是尽量要留住，就跟我们的环境一样，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最单纯的一面，一直被很奇怪的价值观的扭曲了。我想要去看的很多彩色的点点，就是象征它是一个我们反的一个种子。那我希望这些村庄部落，也就像每一个反的种子一样，最后我们可以串联、碰撞、聚集在一起，然后让它产生一个最单纯，但是却是最强大、最原初的力量。欸，我感觉来台东敢那定哩，你伫个无同款的空间内底吼，你其实搞拢有无同款的反应啦，啊，所以出来物件吼，足侪种的，啊，盖白屋是老这个啦，但真正看他庙会安尼，啊，其实刚来安尼，有时啊感觉哪算哪画啦，哦，这嘛是我足想要叫大家出来画图的一个原因，啊，因为吼，因为我其实嘛本身较唔是伫校咧读册，当然我就会熟悉一寡较非学院的较野的人，你望伊这十外年安尼来行大吼，其实算讲各种阶层的拢有度过啦。我感觉我有看到一个点，就讲，画图、找人啊、做伙啊、现场，其实有一种物件是大家可能较早就已经做伙，有土地公啊、海神啊、妈祖啦、祖灵咧帮忙，佮有介侪即个部分，我感觉在壁画底，我感觉即个艺术家除了创作之外，佮有一种物件谦虚转来，啊，佮但是伊该安那就安那，我感觉即个介感动啦。哎呀！哭到现在我都搞得我很想哭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
今天是算是我们新台湾标队2011年的那个台湾移地计划的落成。那我刚在我家人回去台东火车站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说其实只有到我们这个区域才在下雨这样，可见老天爷是有感动啊。因为而且我们一定会发。对，那我现在随便讲一句话，你们就耶一下，我就有做领袖的快感一样，你们都经常耶。